好，我是 Irene， 今天为大家示范的料理是竹笋烧肉。传统的做法，我们需要慢火炖两到三个小时才会入味好吃。那我们使用 Panasonic 的电气压力锅，更省时，而且更快入味，达到我们便利、方便又安全。我们猪肉已经先穿烫去血水过了，然后接着我们把我们的食材放在我们的压力锅里面做拌炒。然后我们先按辅助烹调十分钟，再按开始。我们下一些沙拉油，稍微让它热一下之后呢，我们再放我们的姜片、花椒，然后还有我们的葱、我们的笋子、冰糖。然后接着放入我们的猪肉，拌炒一下，炒到冰糖稍微溶解之后呢，我们可以加入我们的绍兴酒跟酱油，还有水，接着我们就可以盖上盖子。我们使用中压。五分钟开始，压力显示感下降的时候才能打开锅盖哦。我们竹笋烧肉已经焖煮好了，我们把它舀出来摆盘。这样我们的竹笋烧肉就完成了。我们刚示范的料理中，五花肉要卤得好，主要就是一定要用带皮的五花肉，这样卤起来它的口感会更浓郁。然后再加上我们的酱汁，我们要用冰糖加酱油，这样的颜色会更鲜艳。Panasonic